天哪！哎、欸，这是小新的脸哎，好好笑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要是你能活下来的话，哇哦哦哦哦！哇！哦哦，护身符出现了，是不是？家传护身符在发光，传来了声音，什么声音？我要变身了吗？龙盖啊，龙盖啊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否，看来是听得见的。我都说我听不到了，可能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，但我其实是天神哦。什么？好了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你现在似乎正处于危机之中，你想拥有可与那只怪物战斗的力量吗？还好哎。什么？你不要？那可不行，作为天神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我要把神力赐给你，哇哈！神力觉醒，噔噔噔噔噔，职业之力觉醒了，从事与怪物战斗的特殊职业，这是什么职业？好了，选一个你喜欢的职业吧。负责躲在后面的偶像，可以当偶像、哦、我是不是比较适合当偶像？好像怎样？我说我适合当偶像，不对吗？请不要当偶像。好啦，那我选盗贼好了，我选盗贼好了。虽然我觉得厨师的衣服很好看，那我就选盗贼吧。好，噔噔噔噔噔。耶，还好我的那个阿姨还在我的头上。这个是。呵呵呵，有了这个力量就足以对付大魔王的怪物了，战斗吧，我们该。哈，耶，赢了，怎么样？哇！然后呢？哦，他会自己飞回去吗？太好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全队偶像吗？然后下一步。耶、yeah! ！史莱姆果冻。咦，娱乐馆是选偶像，真是一场漂亮的战斗啊！木盖，哎呀，还好吧。这样一来，那孩子应该就安全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呵呵呵。那么你回去最初镇看看吧。啊，拿回一个人的脸，然后就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我按错了。新疆的脸回来了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哦，他还真的讲哦。回来了，亲。我没事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雷狼真的很感谢你，可是我有点心意请你收下吧。耶、yeah, 拿到200块钱，在口袋拿到200块了。哦哦哦，呵呵呵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那么木盖，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办。你有看到了吧？大魔王村人的所作所为啊，就是他把弥陀帮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我想要拜托你。紧张，打倒大魔王村人来拯救这世界吧，可以不要吗？对不起，我全力拒绝。我的脸，我从怪物手中救了你，你必须报答我这份恩情。天啊，这个天神非常的小气啊。拥有神力的你一定可以对抗大魔王村人啊，踏上讨伐大魔王的旅程吧，盗贼木盖，很期待你的表现哦，呵呵呵。
好吧，那我先来找这个任天堂的粉丝，好不好？任天堂粉丝，我需要再多一个同伴了。你好，我是玛利亚。我问你喜欢任天堂吗？喜欢？不喜欢？但是不能按不喜欢啊，会得罪厂商哦。那是什么？我装傻一下好了。那是什么？咦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任天堂的忠实粉丝哦。然后啊，任天堂有在发售一种叫 Amiibo 的公仔哦。我想看看啊。你有 Amiibo 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任天堂是什么，可是我刚好有很多 Amiibo。拜托你借给我看看吧。啊？他有 Amiibo 吗？我这可以干嘛？噔噔，那我就来用一下这个村人的 Amiibo 咯。噔噔，怎么了？这 Amiibo 做得太好了，为了答谢你。哦呦，获得了三张游戏券。下次也让我看看其他 Amiibo 吧。你要看看其他 Amiibo 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其他 Amiibo。 我这里可是有动森一到四弹全部 Amiibo 的卡片了，我来看看卡片行不行。我就来这边榨干你的道具哦。来，那我就来试一下动森的卡片，可不可以？哇，好厉害！原来也有不是公仔的啊！糟糕，被识破了，不是公仔的，不是公仔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可是我也想看看公仔造型的阿米宝。可恶，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哦！我问你哦，你有公仔造型？他只接受公仔的，卡片的他不要。有好好努力呢，下一步应该不用回想吧？耶、yeah ！得救了。雨乐有没有觉得莫名其妙被召唤来这里？哎、欸，他居然很兴高采烈的问说可以加入吗？请多多指教，是 STR 点满的魔法师，娱乐成为了同伴，近战物理攻击魔法师。呵呵呵，看来脱离险境了。接下来，请和娱乐一起好好旅行吧。你们之间的关系越好，力量就会越强大。那么，祝一路顺风了。呵呵呵。啊，有什么掉在地上？100块吗？香蕉。哎。掉在地上香蕉不要捡好吗，娱乐？啊，那朵云好像史莱姆果冻，我觉得像哥布林火腿，牙亮牙亮，我倒觉得像块绿豆糕，肚子饿了，好笑哦，好好相处吧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要否定娱乐这句话呢？哦，居然有插入哎，艰难的近路，简单的远路。啊、我呢，就是会为了不要爬楼梯而绕了很大一圈去搭手扶梯的那种人哦，所以我要，所以我要选择简单的远路。啊，怎么了？娱乐又捡到饮料了，喝下去好了。哎，娱乐不要一直捡东西吃，哇，超级难的。娱乐不要一直捡路上的东西，很可怕。我明明给娱乐设定的是元气，为什么这么天然呆啊？什么事呢？
好像有谁来了，有新同伴吗？呵呵呵，终于来了。谁啊？你的新同伴。好了，还真的要两，只有两人的话要挑战大王实在太勉强了，所以我帮你叫了新的同伴来。我帮你叫了新的同伴来，怎么感觉搞得你像 Uber E 一样？就哎 ，Uber E 帮你送一个同伴来了，拿出热情去迎接吧。来，美健学长应该是什么偶像吗？太适合了吧！好，美健学长，你就是偶像了，就是偶像了。来，哎，美健学长，你好。我叫美俊学长，我是偶像啊，结果也请多多指教。天哪，这套衣服太适合他了，这套衣服真的太适合他了。美俊学长成为了同伴，太好了。嗯，你要跟美俊学长好好相处哦。嗯，说起来，我明明还叫了另外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是迷路了呢，赶快赶快！太好了，原来一次来哦。啊，他之后就会自己出现的。好，好，所以过不久之后，过不久之后啊，我们第四位同伴就会来。猜拳机，哎，为什么是娱乐跟他猜拳，不是我？主角呢？主角是谁？使用一张游戏券。好，娱乐，请加油好吗？来吧，你们有看过猎人吗？猎人试验里面，不是雷欧利跟一个女犯人在猜拳的时候，他们有说，通常第一道出石头不会输，然后第二次人家就会继续出石头，或者是出更强的，就是布。所以呢，第二次我们跟着出布。猎人是骗人的，猎人是骗人的，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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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一次吗？不要，你们在电脑作弊。啊，嗯，你是？哦，魔王出现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大魔王村人。我要打倒你！噗嘿嘿嘿嘿！哇哈哈哈！你不要笑死人了，好啊，我就来奉陪一下吧。哇！你怎样？捧花的脸吗？等等，哦，谁啊？谁啊？谁？环游世界伟大魔法师，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大贤者是不是？大贤者是不是？大贤者查查完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来。你就是传闻中的大魔王吗？既然我来了，我就不会再让你为所欲为。大贤者查查完，哼，来了个碍事的家伙，今天就先饶你一命。再会了，哇哈哈哈哈！呼，初次见面，我是查查完。是旅行中的魔法师，嗯，我是无界奥。两个人就开始聊天起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你说要打倒大魔王，嗯，可是总觉得没有胜算。
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就算现在不行，到时候，时候到了一定可以。然后继续旅行，好好磨练自己的力量哦。你好好加油啊！你不加入当同伴吗？今后我们或许还会再见，那么后会有期了。好哦，耶，好可爱哦。终于到了，迷路吗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叫 KitKat， 是战士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耶、yeah, ，我的阿姨变成同伴了。太好了，耶、yeah, ，同伴都来了，欢迎你。接下来请大家多多关照。那么现在已经集齐四位同伴了，而且我们的旅行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从大魔王的魔掌之中呢拯救弥陀邦。女的睡着了，学长睡着了，这一定会是一趟艰辛的旅程。阿姨也睡着了，结果我们要集合四人的力量。那个，吴月可以吃了吗？嗯，好，先吃饭吧，大家感情融洽的一起旅行吧，干杯。